到底。这个要怎么删？快快点！没办法删啊！完了完了！他只是你替身。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。刚刚我们老板娘就传了一张电视的图给我们老板，结果他不知道就是这个，然后我们老板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，所以就问了 Siri 说：“老婆，传一张电视图给我，我该回答 OK 吗？什么的。”然后他就说 ，Siri 就很聪明，就说：“所以我现在要传出去吗？这样可以自己传出去。”完蛋了！你刚刚他说他要买便当给你，还说不要，然后他就买电视回来。我不夸张。